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亚当，今天很开心能为大家带来新的影片。我们今天呢要来骑我们春风最新出的车款450SRS， 最大的卖点呢就是它现在呢有一个单摇臂，还有隐藏式的排气管。那我们跟着我们的好朋友小伟骑在450SRS， 张培也骑这一台，然后我们小雨呢应该是跟我骑一样骑这个 NK 版，他坐我后座。他们最近出的这一台 NK 版呢也在这边，所以今天我们就要骑这两台车出去晃一下。然后他这边有另外一台颜色灰蓝色的，也非常好看，一样是单摇臂的，超级好看的。那我们现在先骑出去试试看，我们先去试乘一下咯。哇，他的离合器也太软了吧，我靠，不愧是新车哦。哎、欸，这引擎还蛮顺的，我这一台。哦，这还蛮好骑的，有一种很轻松的感觉。来，骑到你们旁边看一下，其实灰色这台灰蓝色也很帅耶。哦，这个好顺，好好骑哦。这台车在弯中很锐利耶，这是黄牌车吗？怎么感觉不太像？经过这一片草原，哎、欸，有追焦手哎、欸，这台在弯中真的蛮厉害的、欸，它是你倾一点点，它整个下去的那种感觉，我追不到你们哎、欸。我来这边看一下这台车，哎，它侧柱踢下来的时候还有一个小侧柱的按那个指示，哎，哎，这台车尾灯很好看，这台车我目前骑下来就，我觉得它很顺，跟它的倾角很沙，哦，那前面的土柱也蛮好看的，要等，哎，这你们吗？哎，是哎。哦，帅哦！啊，小雨嘞，哦，哎呦，不用换车、哦。等一下再换。哦，喵。哦，你要干嘛？你要换了？哦，好啊，我现在一等哦。这台车很顺哎，看一看这台仿赛如何？看它外观，它尾灯基本上一样。啊，单摇臂真的很帅。哦吼，酷，你等下骑我前面好了。一宿，安暖啦。哦，这台好像引擎比较正一点，对吧？我觉得这两台引擎的感觉不同，那台 NK 比较顺，这一台比较有那种双缸的感觉，这一台比较有那种哆哆哆哆哆哆的感觉。
觉得你们要试试看那个 NK， 它引擎真的跟这台不太一样，感觉不一样，很顺，真的很顺。这台车也蛮轻的，那个450 SRS。走了，你们先走好了，我走后面，小心。小雨，你走。太晚了。我们回乐湾那边拍也可以啊。阿奇吗？阿奇吗？哦。右转。哦，靠北啊！这是直走大哥。哦，这是右。OK， 我们现在试骑完了，我们刚骑完了我们450 SRS 的仿赛跟我们450的 NK， 我觉得这两台车呢都很适合我们现在的年轻人。那我个人的感受，这一台，他们两台引擎给我感受度不一样。先讲这一台，但我个人觉得它比较顺，然后弯道比较沙，比较有那个倾角就直接打下去的感觉。然后它的骑姿也很舒适。那这一台的话呢，它就是。如果你要买它的外形的话，非常适合你。然后它还有很帅气的单摇臂，在450 SRS 上面。然后它引擎跟它的坐姿呢，我觉得年轻人是会非常喜欢的。所以如果你有机会的话，欢迎到我们荣秋来看看这两台车，都可以去试试看。那我们这一集就差不多到这边，谢谢大家观看。喜欢的话呢，记得去荣秋买车。我介绍很多次的我们 Liqui Moly 的。机油，嘿嘿，又见面了，好久不见。我这一次 H2 呢，就是换上这一个，没错，就是这一罐。那如果大家有要换机油的话，也可以来换我们 Liqui Moly 他们家的机油哦。哎、欸，对我忍谦也是换啊，我忍谦是换 Three 系列，我是换这个 10W50 的。稍早前一部影片我们就有拍到了，我今天也是骑忍谦出来，然后我发现我的后轮胎这边已经磨到安全线了。那我前面呢比较奇怪一点，是我前车主好像之前已经有换过，就是我前面，而且它是米其林的轮胎，有点像是雨胎的感觉，之后它是蛮新的，这边都还不用换，可是我后轮已经要换了。我们活动这边刚好有贝耐力的摊位就在这边，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我的忍谦跟我的 H2 以后要换什么轮胎。我们现在有个最萌的身高差，我跟 Jason 在这边165跟194，差了30公分。对，哦，你刚好看到我忍谦那个轮胎吧？对啊，有点惨哦。已经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们还是需要建议更换啊。真的，我稍早跟 Jason 聊说，我那台车100%在道路使用，然后我后轮磨完了，前轮还是新的，之后该 Jason 去看，前轮已经很旧了。然后 Jason 有推荐我他们家几款轮胎，我先跟 Jason 聊，是说我的 H2 都也是在道路上使用了，没有什么机会下赛道。然后那时候 Jason 是推荐我这一条胎嘛，对 ，Russell Four，Russell Four 它是50/50赛道、50街道对的轮胎。那我们到时候我那台车 H2 就会换上这个轮胎。那我忍谦你是推荐哪一个？那如果说像刚刚那个亚当讲的，他的
冷天啊、都是在公路使用，那而且是代步居多，对，所以我们就会推荐他使用天使胎、啊。那天使胎我们有很多的种类，所以说我会推荐他，怎么讲，最经济又实惠的天使胎就是 Angel ST 啊哈 ，Angel ST。那我们后面呢，这个轮胎就会寄到我们小鱼老板那边，我认识的车行在那边做安装。那如果大家买轮胎的话，欢迎看我们贝奈利的轮胎。如果你想要更赛道一点的话，就是这一款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如果说今天有赛道需求，或是你在公路上骑车有需要更热血，就会可以，我们是推荐这套，就是我们的 Russell Four Corsa。那它的公路赛道比呢，就是70%的赛道，30%的公路。那它的你大家看花纹就知道，它的花纹的海路比，好、哦、比这个 Russell Four 来的更低。哦，真的。对，所以说它在晴天的抓地力，不管是抓地力也好，这个赛道的公路的循迹性都来得比 Russell 来的好很多。对对对，如果以后你的车呢有更多赛道的需求，就可以装他们 Russell Four Corsa。那我们下一集呢，就是要换上我们贝莱尼的轮胎，请大家敬请期待了。谢谢我们 Jason， 谢谢跟我解释那么多，谢谢喽。好，那我活动这边刚好有我们贝奈利，然后我们这个活动这边呢刚好有我们贝奈利的胎，贝奈利。